走。吃的了吧？谁说的？我们顿顿都是馕，可香了。你骗不过卓玛的眼睛。谁说的？没有的事儿。吃吧。好吃吗？嗯，可香了。我拿不出更多的给大军了，只能让我的男人先吃饱肚子了。卓玛，我可以带一些给车连长吗？如果没有他，我就来不了阿里，也见不到我的卓玛了。车连长长得那么英武，他的女人一定很漂亮吧？当然了，他叫乔奥美，是我们市里的一枝花。哦，有卓玛漂亮吗？哦，罗马，你们两个是两朵不一样的花。快吃吧。哎，好。连长，不知道公布去哪儿了，哪个地窝子里都找不到他。怎么，公布不在呀？哦，是这样，专员大人呢教了我几句汉语，公布不在，就不需要翻译了。专员大人本来想亲自欢迎大军进驻格达克，可是你现在看看，这天公不作媒呀，所以专员大人就派我来看看大军有什么需要的。正因为不知道大军有什么需要的，所以我呢，就只带来一条哈达。请转告专员大人，多谢他的好意，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去拜访他的。那我就告辞了。老爷，卓玛不在寺里。卓玛不在寺里，走。话日，你竟敢挑衅圣尼！来人，是把他给我绑走。是。干什么？放开他！救命！放住！小姐，小姐！아기라스세요포도와인다르시크라소야참인신야이겨마음지게세요포도와你们看看我这里呀。光被那个缺钱的给恩尼亚娘追下去，我就工作了，哪玩得过嘛的？这男子什么样子担的？天天出国呀，你最卡的你他死嘛呗？弟嘞，我就控制三级的那冰桶桥嘞，也是冰门透明呐。天早呀，下午全部中国的。这。这财旦师傅，我们人民解放军向来纪律严明，公部现在触犯了纪律，自然是要严厉的处罚，但是如何处罚应该是我们双方互相协商，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任不起你主题马祖党公别派来啊，出土前的他就经营送给俺做的去世年点的，光白年岁的，俺做师兄们年岁记不记家嘞？别们都准备罢了嘞，现在俺做眼睛就跌掉嘞。他说西藏政教一家，事关寺院的事儿，
也事关地方政府，白毛又是卓玛的父亲，让他来处置。你问问他们，他们想咋处置？干嘛要问他们？公布，执行命令。 天子想捏住他就肯定行吧？哼，让个什么捏住的人民给了个捏住的三句啊！忙做恰当了个捏住的哈苦过来，可是一天让怎么过年个里呢？忙落笔呢，捏住的他去谁接不来？这件事引起了僧俗群众的极大不安和愤怒，只有贵军退出阿里草原，才是根本之策。啥？退出草原？你告诉他，这不可能。 你用马的送你，好嘞。你你们你那边哪里送你？哼，这我们家三年这样的狗，给老子咋照顾？要是我再想没有，我那还照顾？别忙得了，俺既然就辛苦，俺老孙俺可满头疼的，现在可真没得买。俺躺在老表老们门头有没蒙蒙鸡？俺那的心里面，俺的心里面，俺坚持的，不做有了事，有了工作呀，老子咋有了？老公车了，打个能轻松个点，有了事，有就有了噻，救命！ 这寺庙门口你们这么吵架，你们应该比我们更懂这儿的规矩。那个白马刚才说啥呢？他说：“那就把工部驱逐阿里。”你告诉他，这阿里不是他白马先生一个人的，怎么处置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强大的炸弹体，就准备没提供马的，其他的王子的有马的。 干哪？让啥事情看不见呢？他把兄弟们，是。俺来看看书。忍不起。但是你给啷个？俺做的给工作就是那了。今天不急个呢？你啥呢？困在工吧。没事过，要得了。卡嘞？但是你给啷个？工作超能过一百。给啷接难的过？ 既然俺硬上就没劲儿了，你昨天太了，俺这里你不约，哼，你碰不着嘛，老子要给不通了是。现在这么大，管别把人给，你昨天真是拉死。我晓得了，给俺卡送那个药了，拉回去个。 老不济个，倒不影响养马人了。忍不起，可是俺公婆这么忙把里面的，三亩庄忙内租的这用心嘛嘞，怎么开始接呢？俺公婆也接着呢。可能我那也糊涂，跑巧个这里些。大姐，你既然这么忙个，内租的肯定是他最熟悉的。 大文，连里如何处罚？你告诉他如何处罚，得等着我们回去研究以后才能决定。让他抓药马的，俺就把进去，你就他就行行送给。哼，俺就在抓药马的事，你最近进不进我的忙做的给丢人家他就去。怕了三个就。连长，他们要在连里。 当着曾氏群众的面前跟我处罚，这不是丢我个人的脸，而是要丢咱们全连的脸。连长，李振辉，绝不能同意啊！啥玩意儿？公布，你现在是翻译，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告诉他们，他们的意见，我们会考虑。李振辉，翻。 工资嘛贵不贵？你要请大爷的，但现在工资请肯定是当做最大头。车长官，行。工部，
是我们的一个战士，他触犯了纪律，自然要受到严厉的处罚。我们决定给予他禁闭一周的处罚。一周的禁闭？听说卡的下面好过的喂，他看过去拿了酒塞亚的通亚的两个钱包就在金山城镇，你们对接一下，今天妈都不是我的，人家钱你有过的呗？有。但钱能安住给点钱的？我是不留路子，难道趁机动过来？枪子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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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子哥。你说啥？连长，他们不接受我们的处罚方式，要尊重战士。战士？把木车拉回去拿走。得再说个说。这是干啥呀？啥是战士？变形。弟兄，那不行，连长，不这样做，他们是不会受伤的。车长官，他是你们的人，应该由你们的人来执行。啥？多吉三郎，你这个豺狼，我绝不会放过你。哼。车长官，请吧。黄总，有个马的事情。江三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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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三哥。我看你在谁家动手？去！给我。杨排长，等。执行。我不打。执行。老林。来吧，杨排长。就当工部平时冒犯过你，打几瓶出出气吧。打自己的兄弟，我下不了手，枪毙我也不打。连长，来吧。为了先前连，也为了你心爱的庄马姑娘，忍着点。好。
住！轻点啊！你说你被打的时候你一声不吱，现在叫的跟杀猪似的啊！公公，你说句实话，你不会因为我下手重记恨我吧？啊？不会的。不知道现在卓玛怎么样了？还卓玛？我看你啊，是该打。连长，连长，连长，有个藏族女人来找公布。卓玛，在这三百万能打你多？公公给三百个小七十个银送给，前场三百个小给，其他打八十个银子，我连接个当去。可怜，八十个银。公爹都过来呗。男子带了给做个，恰巧男个送给。可是，既然他去那么多哎。怎么样，卓玛小姐还好吧？卓玛小姐要我和她离开阿里，到一个她父亲边长墨迹的地方，开始我们的生活。这叫私奔呢啊！你是咋想的？我不知道。连长，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见卓玛。哎呀，你说这种事儿吧，我也不好拒绝你。那行，我替你做主了。嗯，告诉他。谢谢你了，在这儿。三，马公车来，马公车来，没得难受。马公车来，你三百个小车皮姐，天上掏钱拿修理。第三百个小天上车的钱的，难受的。在这儿，你声音我不能用着，让俺来就去。谢谢连长。连长，给。连里就剩下这些马了，我不能要。你没有马哪行啊？这草原这么大啊！拿着，拿着。连长，我对不住你们。你用不着对得住我们，你对得住你那个心爱的卓玛就行了。人家等你等了这么久，啊！连长，阿里解放以后，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们。好，再带上你的老婆孩子，好吧？好，走吧。
遭受苦难，这个时候丢下他们去享受我们的爱情，我想这份爱情不会有我们唱歌那样的甜美，你说呢？好，那你就留着吧。你留着吧，走走。女儿有一件事情想求你。只要你不和那个戏子来往，阿爸什么事儿都能答应你。阿爸，阿爸，我离开张妈王宝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吃的了，你可不可以借一些青稞给他们？你是怕那个戏子饿死吧？哼，那是他们自找的。阿爸，如果你肯借粮食给他们，我答应你不再和公布来往，不然的话我会回张妈蒙堡和他们一起挨饿。你敢？白马先生哟，小姐也在呀。白马先生，专员大人不放心，所以叫我过来看看改子有没有牧人给红汉人卖粮的。给红汉人卖粮食，杨龙，满族共产党能不能听到吗？你快起来起来。我不会让百姓给他们买一粒粮食的，你放心，老爷，他们来了。白马先生，哟，多吉先生也在啊。专员大人让我留在改子，说有什么事也可以与贵军商量嘛。今天来，我们是想商量一下，买你们点青稞。困在卡斯的，困在呀，主瑞迪斯庄的斯。这个哩，主要讲这个哩，因为其他做我的呢，卡这种。白马先生说了，可以送你们一点青稞，但是条件是你们必须离开阿里。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记得在五项协议当中有一条是，你们不买藏民的一粒粮。可是，在这前面还有一条。人民解放军保护的是人民的利益。如果因为我们买了你们的粮食，以至于让你们没吃的，那这种粮我们一粒都不会买。今天只是来商量，能卖就卖给我们一点，不卖那我们也不勉强。车长官，你也知道，阿里土地贫瘠，只有扎达和普兰才产粮食，而且产量极少。如果我们把粮食都卖给你们了，那我们怎么度过阿里这漫长的冬天呢？
小姐，小姐，工部来了，和老爷在客厅说话呢，你不去见他？见他干什么？不去。实在抱歉，车长官，让你空手回去。这是我跟白马的一点心意，请贵君收下。不必了。个，这些单子国边江湖所去了，主任让我担送。前阵听那子声音，国边江湖所去了，主任连续送给。王爷子，我是主任的。好，我们走。好，走。不能去，老爷会怪罪你和多不杰的。扎马芒堡的解放军和我见过的解放军是一样的，他们是来解放我们娃子的，是为了像你这样的人过上吃糌粑的日子。吃牛粪是多不杰这一世的命，多不杰这一世吃牛粪就是为了下一世能做个吃糌粑的人，这样的命是神定的，其实汉人可以改变的。阿爸，让开！多不杰求你了。阿爸，天祖，江湖祖命一位。你，你那军队永远气炸死。俺在主政仓嘛，别忙人对没空对撞死。撞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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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别忙人对撞死。恰当把很多人拍得清楚。我是杀过去。撞！撞！撞！哎，姑父，姑父，你干啥去？回来！事儿不知道，走。走。哎哎，干什么？你把粮食交出来吧。你要干什么？当强盗吗？我要的是被你劫走的粮食，快交出来！干什么？公布，别动！阿爸，哎，你干什么？都放开他！这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我劫走了他们的粮食。粮食？阿爸，你可以不给他们粮食，但怎么可以从人家嘴巴里面抢走粮食呢？卓玛不相信他的父亲会做这种事情。对。你相信你阿爸会干这种事情吗？相信吗？但江苏的人说是他的手下干的。我阿爸不会干这种事的，一定是多吉才让干的，不是我阿爸干的。哎，伯母，不管是谁，把我们的粮食交出来吧。伯母，你快把枪放下。伯母，干什么呢？快把枪放下。俺怎么不知道跟着宋伟爹娘见宋伟？该是让个主持人俺做总兵呢？俺没得他看虚无嘛嘞？阿爸。
回去之后啊，先上工部市场手艺，做顿正宗的杂巴，给大伙吃。别吃了，那不就是炒面加的水吗？那是华子的吃法。老爷们讲究多了，用酥油炸搅拌，有糖的加糖，加盐，加牦牛碎肉，有滚啊，那就更好了。哎，公公，哎，你说这些青稞是白马他们劫的吗？应该不是，白马这个奴隶主。 自上虽然顽固，但倒不会做出抢劫之类的下作勾当。哎，咱们应该感谢那个朱茂小姐，没有她，白马也不会分麦粮给我们的。那是自然的，别的不说，就为了不让他的新郎哥逛布线上挨饿，他也会逼他父亲开餐的。公公，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汉人里有句话，叫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哎，啥意思？装呗。 啥意思？等等，刚才在八王府，你跟白眼王里头说啥了？我问，是谁劫走了我们的粮食？我没问这个。我冲你喊话那会儿，你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他就答应把粮食卖给咱了。你当时是咋翻译的？我说，这长官说了，我们可以出双份的银子，买他们的粮食。双份的银子？再加上卓玛的恳求。这白马旺堆会是见钱眼开的人吗？连长，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得到粮食。你说实话。 你到底说啥了？我可一直盯着你呢，你的枪一直顶着白马的后腰。 不打扰了，打扰。我将白马家的领土划出一块，你们可以在那里打猎充饥，那么芒堡以西，北山以南。那多谢了，小姐呢？ 老爷，你干嘛把地划给他呢？哼，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何况，这是一支用快枪武装起来的军队。如果不把他们的枪口引向草原上的野兽，他们迟早会瞄准我白马家的。
连长，这个白马旺堆，他就是个骗子，他给我们的这片领土就是无兽区，转悠一整天了，连根黄羊毛都没有见到。哎，就是啊，再转转去吧，走，走，连长。连长，快看，牦牛粪！哎，连长，在那儿呢，野牦牛！哎，等等，扎西大叔跟我说过，这玩意儿特别难对付，记住了啊，不要打头，他的心脏在腰腹部位，必须一枪致命。你要想打不死，这玩意儿发起疯来可了不得。走，好，走，连长。走，这雪水啊，煮野牦牛肉，真是天下大呀！哎，巴图，你吃过没有？我吃过。老曹啊，你今儿打猎又没去啊？你也就喝碗汤就行了啊？不行，我得吃肉。哎，我今天这个枪还没瞄准呢，啊，这枪就响了，谁打的？巴图啊，连长。咱们先遣连也就八图能打中奔跑中的猎物，漂亮，好枪法，一枪毙命。哎，是不是开了啊？能吃了吧？来吧，别客气，来吃吧，来吃吧，来来来，吃吧。入水一定要注意安全，是要把这批物资很好的送到山上去啊！是。师长，师长，佳美，你来干什么？和驼队一起上山。什么？你可真敢想！山上需要加强医护力量。卫生队已经派了男同志来，你不知道啊？我知道，可是师长。我知道，你惦记着车青云，对吧？可是车青云同志和三湘同志现在肩上担子已经够重的了，你要是去了，那只会添麻烦，增加负担，而且是大负担，懂吗？我不会给他们添麻烦。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啊。给青云有什么需要带的，就交给黄军去管，他会给你转到的。你放心，人在，这双靴子就在，我保证让车连长穿上的。谢谢。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报告师长，准备完毕。好，同志们，出发！是是，出发！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组织人出去打猎，吃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可在这个时候，我们却断了盐，而没有放盐的瘦肉，那吃起来竟然比牛粪还让人难以下咽。开饭了，吃饭呢？啊？怎么了？都不饿呀？我把这饭做好了，没人吃啊？怎么回事？啊，咋都不吃饭呢？现在同志们呢，闻见瘦肉味就要吐。我们是烤着不吃，我们就蒸；蒸不吃，我们就炖。就是把大家呀叫到锅边来。再加上锅里啊，一点盐也没有。你说啊，这要搁在以往，闻见点肉腥味还不得都抢了吗？哎，怎么着？给我盛一碗。杨排长，到，集合队伍。是。我这都想吐。给我也来一碗。排长。